桃竹市以赤手文化出名，今年新歌展结合着传统艺术和创意设计，呈现出24节气皆有景致的活动，让囡仔熟悉家乡的文化和传统节气。并且当分的囡仔的打量是真有意义。经过这几年公部门的推展以及各媒体的行销，相信很多的台湾的各界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市幼馆都有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的非常可爱穿着刺绣的衣服，拿着刺绣扇来这做一个展示相信很多的我们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刺绣馆不只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刺绣也可以来欣赏这些老师他们用刺绣的展现的创新与巧思的技法来跟我们的生活来结合希望刺绣文化馆未来会更多的好朋友来一起来加入。公所表示，24节气以赤手图案来呈现，那亲像立春呈现盛开的牡丹，以四脚代表雨水的气氛，今日就是一条古锥的毛毛虫，逐把赤手拢较有特色。呈现出赤手的优美，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